哎呀，那么这个一个综艺节目啊，我们在最近我们常常讲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哎呦，那么其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非常辛苦的一些工作的情形。嗨，这是像这个工作之前的一些作业，这个观众就看不到。是是 是啊，那么还有正式的操作起来，又碰到很多困难了。嗯啊，或者是不是一气呵成的？是是是。哎，这个其中有的时候呢，这个令人急的这个满头大汗。哎，有的时候又有的时候在这个无心的出错下，是是是，也有很多留下深刻的回忆的。是是，哎，尤其是一个影带在播出的时候，一个节目其实还经过很多的关口，包括剪接啊，是是是，音效啊，配音等等。哎，那中间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画面NG 的镜头，有很多特别来宾。哎，今天趁这个机会，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是是是是，一定非常好笑，剪了一些精彩的，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我们工作当中的这个情形，碰到 NG 的时候，艺人们的反应大概是什么样子？哎，一块来欣赏。看看，哎，嘿嘿，老板来盘泡菜，嘿嘿，老板来盘泡菜，泡菜泡菜，呜呜呜呜，泡菜泡菜。观众的唱腔，你看，陈小云小姐来到节目中，掌声欢迎她。这样我们还不知道他 NG 了，真的是。哎呦，够美迈。午夜场，午夜场，好啊，啊哈，好话都要讲起来，哎，你记得，好，我今晚都来去拍票，啊，戏院门口见啊，你今晚换你讲，哈哈，你演我都来请你看十点外这个夜间的电影，好啊，昨天讲定，咱伫个戏院门口见面，好啊，啊好好。我来拍两张票，点么等你哈？你唔同袂记？哎，这小姐刚才在闹一款。好，好啦，但是拍一张票。拍一张票。我今麦起码是底价来的对啦。啊？你话啊？什么？啊？起码应该多啊？这个是我这个笑脸的表情啊。哎，是是，一边等钱。NG 五十。卖 NG 哈。你讲是 NG 啊，吓人的啊！我跟你讲，我不会戴墨镜。你讲是跟你不 NG。
会想着心花怒放，那就不是在那耍中红。天命风寒，这个感觉不错。哎呦，一时。今命风寒，雨水冷啊！学姐加油，学姐！今命风寒，雨水冷，可平花落红尘。既然已分离，何必孤单去？管他有酒家添新。他是唱老旦的，是吧？你输也罢。现在难知，没话想干这个没声。心想你的梦，阮的心袂停松，为你我心沉重。哎呦，怎么会？哎呦！一三对哦，我看我们改吃牛肉面了，ending 了吧？最后一句。一串串的香蕉，沙雕出来，沙雕就沙雕嘛。一串串的香蕉，香蕉。哎呦！哎呦，哎呦啊，哎呦，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呢，为了捕捉这个比较自然的这画面呢，有的时候会哎，这个当时在播出的时候啊，就哎一直重复让观众了解的，这工作这个当中的情形，是刚才播的那些片段，观众应该记忆还是非常深刻，是的，看起来的时候相当顺畅。对呀，结果你看这些都是坑坑咔咔的，不是我讲的，这歌手们来到我们节目就是有点紧张，这些一紧张就会出错，已经 NG 连连，我们主持人就不会，哎，这也不太对啊，哎，改名个制作单位要剪出我们两个的 NG 啊，哎，那我看也是，也不用改名字了，我觉得大概你的 NG 会比我多一点，大家想不想看一看啊？来看看我们主持人也有 NG 的部分，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手。首先为您介绍的这位热情洋溢活力四射的这一组，今天呢很荣幸为您邀请到千载难逢的一个中国少林寺嵩山武术团来到台湾，来到来华访问的这个怎么会这样对不起，各位，来自香港第一线的这位演员呢，罗家良先生，他给我们感觉非常的亲切，就像邻家的男孩。那么，怎么这么难弄？那么就让观众来介绍他。乡土型，而且亲乡土型，还有人长得还有像型的，这像话吗？这样子。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哦、这个好惨。那么春花这何在呢？谁不是卖的？春花何在？谁是春花？这个花跟你讲。八十几岁的青少年朋友，他们对这个热爱舞蹈呢，就后来好像。那么先带各位到这个那个影片中 VCR 看一段，当天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啊，不是竞选，因为竞选去了7天6夜的这个太上黄金假期，也就是说可以出国到泰国去一游，欢迎各位踊跃的参观。哎呀，我的命真苦啊！是，放心，各位命也蛮苦的。泰国呢有一个叫太上黄金假期，这一次7天6日的这个啊，7天6夜是吧？天就是天，还有夜干嘛东西？相信在各位在电视机前面也看到啊，还没看到，他们还没看到的。
可能得到一份相当丰厚的奖品，那就是七天六夜的泰国游。那么增加一下各位的这个对他们两队的印象。接着下来，我们就放一段精彩的 VCR， 仅供各位参考。我们看看这段精彩的 VCR。哎呀，还成功了！哦，观众都替他歌颂。我爱用我一生。那你叫这雨天呢？尽量混打个边的。不如常怀念。你不要抬呀！大家都在抬呀，我为什么不抬？你看前面一排通通蹲下来了。妆成神奇旧模样，为美丽。你这个结果真的有播出啊！哎呦，啊，这是 NG 的。老师对不起。现在我们要隆重慎重来欢迎本年度金钟奖最佳提名节目最佳主持人，不想用草根说，我吃螺丝。我们要以最慎重、最隆重的姿态来欢迎本年度金钟奖最佳节目提名者。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张飞先生。现在要以隆重慎重的来介绍这位本年度荣获金钟奖最佳节目主持人提名者，我们欢迎张飞先生。你不敢是吗？是是是，我们好大的胆子！哎，不要放我手套上哈，老公你就……小哥没有了哈，确定没有？我想挨到基本，快走！哎呀！我的眉毛还在。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告一段了，非常谢谢大家热情的参与，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我们董承宇老师率领的帅哥美女豪华舞台，同时杨水晶老师率领的台式大乐团。各位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欣赏我们的笑声虎弟。分不清楚在哪，有点天心在这边搞了我乱七八糟的，这真的是被他影响。你也有今天，哎呀，哎呀，从刚刚我们的 NG 的影片啊，这个凭良心讲，那真是这个有的时候在工作很累的时候，观众坐了很久了。看到费玉清介绍成功了，大家都觉得哎呀，好像是成就了一件大事，跟着你一起高兴啊！我记得最高纪录有快20次。哎呀，那现在像我们已经是被磨练出来了。以前费玉清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深受苦难的。哎呀，在旁边，现在是被磨出来了。来，最高纪录可以20几次。哎，一些这个到港泰去可以玩13天，7日6天啊，这个不容易。中间也有很多这个像他们喜欢，有的时候碰到演到一半有笑场的时候啊，收都收不回来。哎，江蕙那个实在没办法唱，一句都没办法完整。哎，对对对，像什么这个脸上画胡子演老张担担面啊，对对对，那个刚刚你看到那个不是蛋糕。
哎呦，那个是因为那个制作单位他弄了，拿来的那个是刮胡子的水哦。哎呦，那个刺的那个眼睛啊，哎，因为临时买不到蛋糕了，结果那个又里面又有薄荷呀，还有香味，口味，还有酒精啊，因为刮胡子是有酒精的嘛，哦、弄得这个大家这个脸眼睛痛得要命、啊。哎呦，哎，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大家也看到这中间的甘苦他。画面一出来，不是说马上就成功了，可能录了好几遍。嗯，哎，是蛮有意思的、啊。我现在的我觉得有没有一点进步？当然有进步，在你旁边啊。嗯，觉得你这个、您的进步啊 ，NG 比较少了、哦、可是中间这个那个加多了。哎呀，这是口才方面还要这个是多加这个磨练了啊。这个您看。啊，仅以刚刚前面一段 NG 片段跟大家一起分享，休息一下，继续到我们的龙兄虎弟。哎，是。我的热情啊，好像一盆火，渴望有谁，渴望有你，火烫的欲望燃烧在心里。爱我的心，我也不停的唱这边。等一下。找不到。